見到玩得咁開心，係咪以為去咗 AIA 呢？其實唔係啊，呢度位於元朗大堂嘅冬季樂園，除有啲好似好刺激嘅遊戲啦，或者係啱一家大細之外，最特別係佢有一個-5°C嘅冰雪館喎。入場之前，大會亦都貼心咁提供羽絨俾大家保暖。入到嚟呢個冰雪館咧，其實就真係好凍噶，即係著件羽絨其實都唔係好夠。但是畫面未必 show 到俾你睇，我話你知有幾凍啦。見到咩啊？場館入邊有唔少冰雕嘅擺設，甚至有冰屋、有凳，亦都有滑梯，而且全部都係真冰嚟噶，可想而知裡面有幾凍啦。嗱，見到啲冰雕咁靚咧，大家一定會想影相啦。不過提醒一下大家啦，千祈唔好手多多亂咁摸啊，因為除咗會令到啲冰融之外咧，仲可能會凍傷自己喎。整个冬季乐园除了冰雪馆之外，亦都有巨型的水晶球给大家拍照，又有不同的摊位游戏，还有小型赛车城和旋转上落来的极速滑梯。而最最最值得讲的就是这个有5层楼高、有半个足球场咁长的超级纽约滑梯，亦都是现时全亚洲的唯一一座。看起来好像很高啦，那我现在就上去玩啦。喂，行上来 feel 下有几高啊？I'm ready。跟住咧，佢就話咧就要交叉咁樣，交叉雙手攞住兩邊塊葉嘅，佢就會擁你落去噶啦。一齊感受一下啦！哇，你咁快嘅！耶！其實上到去就會覺得很高啦，個心理壓力有啲大啦。但其實上落嚟個離心力相對地冇咁大嘅，咁但係個速度都佢哋可以調教嘅，佢哋會用壁壘珠去調教你個速度。我覺得呢個幾有創意啊，同埋都幾好玩噶。玩完之後覺得肚餓嘅話，場入邊亦都有餐飲區可以依肚㗎。